大家好，新的 Capture 的背带到货咯，这次进来的分别是限量版的蓝色还有红色，那开给大家看看。它材质呢跟前一代黑色是一样的，可是光泽度漂亮非常的多，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。那附的东西其实都一样啦，这边的话是有做一个小改款，多了一个固定扣的设计，压下来听到咔的一声，你就会知道说你的绳子固定到了什么样的长度。那如果有想要知道更多的话，欢迎来谢时直接试背看看。